他们在水中挣扎，他知道 我拉不动他。在那个时候我先生就放开我的手。在亲友的眼中，他们是非常幸福的一对夫妻，非常恩爱。他没办法继续学习。我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很 depressed， 我的状况是真的念不下去。他不明白神，你为什么要让这些发生。陈怡在美国达拉斯的故事，请留意接下来这集《国粤语双声道》的恩语之声。